这叫做液态龟甲，它摸是软的，但瞬间是硬的。硬的吗？现在有，硬的。哦，我摸是软，我现在捏捏看，它摸是软的，摸是软，然后打是硬的，来。哦，摸都软的，速度一来都是硬的。来摸一下，摸一下这个材料，对，摸摸看一下，对。它跟 D3O 有什么不大一样啊？就是跟 D3O 其实是一样材料的。哦，对。瞬间都硬了，做出来像这样子的，做出来像这样子的护具了，对，然后摸的都软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握个拳一下，握个拳一下，哦，来，感觉一下，你强度很大，捏都是软的，对，八九也超便宜耶，对啊，跟第三波比差很多。那重点是效能一样啊。对啊，心动了吗？你心动了吗？我还好，我现在没什么在穿。好，我们来一下。哦。可是他这个不知道怎么塞进孔迷你的后面。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多大就知道了。我今天没穿来，我今天没有穿来。